这两天河南受大暴雨、特大暴雨的影响发生洪水灾害，歌手李玉刚第一时间捐款20万支持河南抗洪救灾。李玉刚发文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作为生长在国旗下的中国演员，愿尽一份力，平安河南。今天早间，李玉刚第一时间安排经纪人王春风通过河南慈善总会捐出了他的20万爱心善款。李玉刚说：没有想到河南洪灾会这么严重，我拿出20万人民币用于救灾，希望河南挺住，河南人民，我盼您平安。太感动了，不愧是优秀的偶像，粉丝追星也是在这样的举手投足间受到偶像的影响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将这份爱传递下去，我们和河南一起扛住，希望一定要平安。关万古，上下无牵。